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的4月28号，星期五，农历是四月初三。那么这个明天呢是这个文殊菩萨的那个圣诞日啊。这个还有嘛，就是下个星期三就是我们佛陀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日。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念经啊，多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师傅你好。你好。我关一下收音机。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哈。那个亡人的骨灰在入土的时候，是师傅有说过要用一块黄布包着骨灰盒。对。我就不知道下面是不是要垫一块红布呢？要。就是说在那个土的上面垫一块红布，就再把骨灰盒对，用黄布包。对，其实最好的就是红布一定要垫的。那红布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大一点，越大越好。越大越好。你可以买一块大红布，把它遮起来，好几层垫在下面。那红布就不用包，就是用黄布包，是吧？对，黄布包有什么好呢？金光灿灿，其他的邻居啊，鬼的邻居都不会来找他麻烦，因为他是有菩萨保佑的。一般的鬼如果没有菩萨保佑的，或者不学佛的，你就可以用红布让他绝缘。绝缘的话，人家不搞他，但是问题他自己也很痛苦，就相当于一个人自己关在房间里，人家不来骚扰你了，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你也是很痛苦的，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啊。另外就是说，在那个骨灰的运输的过程中，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呢？有没有讲究？骨灰的运输当中，最好用红布包起来。用红布包着包着。不要让他弄，因为过去人家运输的时候，人家放在摩托车上，后面一个人抱着，前面一个人摩托车一会儿停掉，一会儿停掉，因为这个灵性就是不愿意到苏州陵园去。明白了。所以你而且走的时候之前要跟这个灵性讲的，比方说姥姥，我把你送到这地方，请你不要搞我们呐、就我们是诚心诚意让你入土为安呐、我们还会给你念小房子，要跟他讲的。你不讲的话，他会给你搞，一会儿让你翻车，一会儿叫你摩托车坏了。厉害的不得了的。那就是说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在运输之前是不是要烧小房子呢？那肯定的。多少张比较合适？21张。21张。那入土的时候呢，要烧多少张呢？21张。也是21张是吧？最主要是跟那个菩萨要讲，不停的要讲的。怎么个讲法呢？这观世音菩萨，请你保佑啊，我外婆啊，比方说要入土啦，请保佑他入土为安呐、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呐、就不停的嘴巴里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就是因为我就据我所知呢，民间有一种习俗，就是说在运输的过程中是打着伞，我就不知道我们学心灵法门需不需要这么做。打着伞，说在入土的时候打着伞，人家是太阳太大了。很民间，就是过去很多有钱的人入土为安的时候，人家边上都给他打着伞，或者你看有钱的人他们打伞的呢，大家都打。太阳打伞了，打伞能遮什么？明白。那入土的时候呢，具体的他那个程序是怎么个前后程序？我们东方电台应该有的，就是好像有的，有这个专门的程序的。你可以写信来问，基本上就是说到了那里，先把那个坟边上的草理理干净。弄弄干净之后呢，然后呢把自己带来的香炉放上去。把水果放上去。
啊，如果有些人为了安干净，就是自己带一块红布来铺在上面，或者黄布，然后呢，上面放香炉，然后放那个什么那个水果，然后呢就自己带个小垫子，在那里先把香弄好，香弄完之后烧香磕头，大家轮着磕去的人，磕完头之后呢，边上弄一个小盆子，开始烧小房子，人家呢就是弄一个像大簸箕一样的，然后呢不停的在烧锡箔。因为烧锡箔非常容易惹山林火，因为锡箔它会被风一吹到处去烧，所以要自己带一个盒子，像这种铁的盒子，一般的人家都是带月饼盒子，家里像我们小房子嘛，带月饼盒子嘛够了。明白吗、就是因为他入土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公墓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在那边烧小房子会不会不是太安全？没人看见，你自己看了就问问看了。他说给你一般的烧公墓的话，你可以，你那个烧纸的，你只要他只要给你点香，你就可以烧。不是，我是指就是说，因为他公墓旁边有很多的也是有很多这种灵性坟地啊，不会的，不会的。我是指这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很简单了。每家人家个人家管个人的，他要冲到你家里来，那么他小偷也有的呀，一般的不会的。那就是说入土这种全部做完了以后啊，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在世人之后有没有特殊的做法，应该怎么样做之后才回到家这样的啊？这最好嘛，到人家到商店里去走一走了。就是人多的地方去走走啊，叫大家来踩呀。所以过去从人家到人家商场里去走一走，或者为什么人家要吃豆腐饭呢？就是到饭店里去走一走。因为你直接把这些煤气带回家呀，你让你在坟堆上有些人跟着你，就像人家跟踪一样，那些鬼跟踪你。如果你到人多的地方，他就魂魄就散掉了，他就不能跟你回家了。那就是说整个过程整个一天是不是要不停的念大悲咒是吧？要，而且呢过去呢人家不到商场去跑的话呢，就在家门口踏火圈。明白了。踏火圈嘛，把人家就带一两个花圈回到家里，把它烧了，然后呢把些衣服烧了，然后从上面跨过去，因为鬼是怕火的，你一跨火圈他就不会跟着你跑了。还要带衣服烧掉？没，我这是风俗上面。明白。如果我们到商场去跑一跑嘛，省得在家里门口，因为人家现在你家里门口烧有些不方便嘛。明白了，明白了。那好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一下，因果报应的速度是怎么样定的？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报应的速度会快一点？什么样情况下是报应的慢点？很简单，包括善因善果。很简单。你比方说，你这个房子越干净，你这个报应越快。比方说，你这房子很干净，你里面放盆花，你是不是一开门就看见了？对。对不对啊？如果你家里堆的乱七八糟，你买几盆花都不会显示出这个花的漂亮美丽的，很慢。如果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坏事，它报应很慢。如果你今天做一件大坏事杀人了，是不是报应很快啊？明白了。它是这样，它根据你的报应的程度来，就是作恶的程度来产生报应感的。明白了吗？比方说你这件坏事用了一年时间策划做出来一件坏事了，对不对啊？那它侦破的程度就比较慢。报应不会马上，它有一个果报成熟期，因为你在这个一年在预就是在预策划当中啊，你这个一年，比方说你最后是一天做的坏事，但是你策划了一年，所以它报应的时候呢，虽然被你得逞了，但是它99天，比方说你花了100天，花了365天，那你最后这一天是报应期，但是前面呢，因为你没有做坏事呀。你是动坏脑筋啊，
所以在报应期当中呢，就是一直一年当中不顺利，到了最后一天你被人家抓起来了，就这样。哦，明白了吗？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人，一个罪犯把人家打死了，为了争房产什么东西，结果他就出家了，对不对啊？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报应啊？第一啊，他在好好的修行念经，菩萨以为他真改了，他如果真的这么一辈子念下去，可能这个业可能也就化掉了。问题这个人修到后来他偏差了，嗯，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练财了啊，很多色相都出来了，好了，出事了，大报小报一起报，哦，一起报了，最后抓进去枪毙，因为杀人犯嘛，好了，嗯嗯，明白了吗？嗯，明白。另外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没有拜师做弟子的话，要修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境界，就是说靠自己修，他在天上才会有莲花出现呢？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很善良，嗯，只是拜师的话，可以时间短一点；不拜师的话，照样可以修到天上，也能出莲花的。嗯，要看师父的，你拜一个好师父，你当然他帮你拖一把，就这个道理。你不拜一个好师父的话，你自己自学也能成才的呀。我问你，自学成才难还是你到学校里去上课容易点了？就这个道理。自学成才难。哎，就这个道理。但是呢，你不拜师的话呢，你也能成才的，但是就比较辛苦，你要很守戒，很努力，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把台长的书拿着去看，你不一定拜师，但是你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因为你还是看着台长的白话佛法在这么进步，那你照样可以拥有莲花，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啊，哦，感恩师父。嗯，就是另外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师父曾经有说过，在房间里面，室内，不可以撑伞。嗯，如果是。就是在阳台上或者那种室内阳台，是不是可以撑伞呢？就是有时候那伞回家湿了，就是想把它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一般的呢，就是在家里呢，人家说不要撑伞，撑伞嘛就伞掉了呀，伞架了呀。明白了。啊，所以这个阳台可以是吧？讨个吉利呀，吉利呀，讨个吉利话呀，哦，就是说你一看，哎呀，你伞放在家里呀，你家里就伞架了，家就散了，哦，伞架嘛。哦，就是阳台上可以撑是吧？阳台上可以没问题，就是不要时间长呀。嗯，哦，不要就是等它一干就。哎，不要吃饱饭没事把个伞整天在家里撑着，肯定倒霉的。不会，另外还就想问一下，仙家呢？一些仙家看到菩萨会怕，因为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啊，那人和菩萨也是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为什么我们见到菩萨就会那么高兴呢？很简单啦，我举个简单例子啦，对不对啊？比方说人他没有菩萨这种境界，他想学他就看见喜欢了。仙家因为他根据他自己各种修法，他修的啊，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有的东西并不是啊正规的修法。那么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老师为什么看见教授会怕了？但是我们看见教授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要跟教授学，对不对啊？但是老师呢，因为各门派，教授就知道你这老师学的什么门派，正不正。你虽然也成为老师了，但是这个教授一看，你这个老师是没有素质的。他当然看见教授怕了，因为你看得出他嘛，心虚了呀，因为学生他没有芥蒂的，对不对呀？我都要跟教授学的，所以他当然不怕了，他爱教授呀，就是爱老师一样的，就爱菩萨呀，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啊啊，好了，啊，非常感恩师父。啊，好吧。好，我的今天问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好，再见，感恩师父，再见。OK， 再见。喂，你好。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稍等一下。喂，师傅好，弟子感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嗯，这不点火他不来了。哎，哦，不好意思，对不起，师傅，让您久等了。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昨天不是您做
昨天您做图腾节目嘛，啊、你说是挂那个人的那个莲花不是掉下来了吗？嗯、就是因为太挂念一个人嘛，嗯、太挂念一个人的莲花就会掉下来。请师傅再给我们开示一下嘛，为什么太挂念一个人莲花就会掉下来？因为现在很多师兄他们心中很挂念自己的亲人呀、啊，师傅。嗯，就是啊，因为你私心太重啊。你如果那我问你呀、啊，那师父挂念全世界那些受苦受难的我们的佛子，那我怎么莲花不掉下来了？要看你挂念谁的，你挂念的是自己的私人自己家里的人，你老挂念他身上有阴气，他身上有业障，你越挂念是不是你帮他背的越多了？对对 对, 对, 对，你背的越多是不是就下来了？是的是的，好了，哦，明白了。哎呀，那师傅，这个莲花真的守住这朵莲花真的是不容易啊！你以为啊，如履薄冰啊！守住这朵莲花，讲了不好听一点，就是像人家守贞洁一样的。你一个女人要想守贞洁的话、哦，不被人家骂，你一辈子就是很干净；你否则的话，被人家就骂死了。我告诉你，你是个不是好女人了。你说看，一个女人的声誉多重要啊！是的，那师傅有一种，今天我听着说一个同修说，一个女同修她结了三次婚，她说我说她第一次她老公死了，人家有的老公死了之后，那个女的就终身不嫁，是不是？人、啊、这也是一种品质啊，是不是？那当然了，过去我们就是讲了、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我们说就干净呀，她就是说终身不嫁了，她为守妇道呀。因为他觉得他的身体给过某一个人呢，他就不能再给另外人了，就是这个干净，所以这种人能够上天的呀，干净呀。所以过去你看有些电影里边也有，你看祥林嫂，你结两次婚三次婚的话，你就是要捐门槛了。你到这种人就是不干净，不干净嘛，到地府里边去了。你去看为什么畜生啊，畜生他乱交的嘛。对不对啊？是啊，啊，猪也是乱教的嘛，所以这些嘛都是投畜生道了呀。你是人呐、啊，那师傅，你不能乱来的啊！你讲，那师傅，你像有的女同学，她结了好几次婚，那她这样修上去的，是不是相对难一点？那当然了，讲了不好听一点，只是师傅不愿意去伤害别人。其实从真的道理上来讲，那当然不干净的不容易上去了。那干净的容易上去了，就这么简单了。你感情，你就算说，你结三次婚，你就算没有这种夫妻之事，你也是不干净啊，因为你感情牵扯也很大。贞洁烈女啊，贞洁烈女过去有好几个仙人都是贞洁烈女、啊嗯，过去有很多菩萨也是贞洁烈女啊，这还不懂啊？哦，明白了。那有哪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人上天的啦？哪有做那种妓女的上天的啦？你讲出来，人家都不会相信的。听得懂了不啦？是的，听得懂了。嫁两三次的，嫁、谢谢两三次的不算坏的女人，她也是生活所逼，她是很好、嗯、啊，对不对啊？那她跟守戒的人一样不啦？不一样 啊。好了，就这个道理啊，并不，你人道是符合的，你嫁人符合法律、嗯，符合人道，这都没问题的。那你又不是乱来，你嫁两三次也是正常的。问题你跟菩萨的境界比起来，就差得远了呀。嗯，是啊，师傅，就感觉很烂，就这种感觉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讲啊，他是合理合法的。哦，是啊。哎，他结婚你不能说他烂呢、啊，只是说你如果你说他是到了境界了，到菩萨境界，你这个就叫烂了呀。你不用菩萨境界，你是做人，你烂什么？不烂。明白了吗？明白了。啊，是这个概念。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在4月21号，师傅帮一个女同学不是看图腾吗？那个得了重病的那个女的，哎呀，当时师傅说，如果她梦见一个珠子进入她的身体，她的病就会好了。请问师傅，这个珠子是什么？师傅，说珠子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珠子，他就是说这个天上的这个我说的就是天上那种珠宝啊，那种珠子。珠宝。因为他前面说他看见一个珠子发亮的，我说他说他进入他的身体了，所以我说如果这个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是好事情。
师傅说这珠子就是相当于能量球啊，师傅是这样吗？对呀、啊、对呀、啊、摩拿珠呀，就是那个就是菩萨的能量呀，嗯，菩萨的能量好、啊、菩萨、哦、明白了，菩萨的能量谢谢，菩萨的能量从天上只要一形成，随便能够能量一形成往下跑、嗯、它就是一个很亮的珠子。呵呵，哦，明白了、那师傅啊，你看有一同修不是带着大悲咒到法会不是开光了吗？嗯，结果呢，师父的法身对这个同修说，这个大悲咒有一朵大莲花托着，上面都是光球，挂在家里金光万丈啊，师父、嗯啊、这个师父您一开光，这个大悲咒能量更强了，师父是啊，很好啊，所以一个人那时候一个人要学会有能量，怎么会有能量，正能量呀，一个人干净 啊你看大家看见师父这么兴奋这么开心，就师父给大家带来正能量呀，对不对啊？如果看见一个人大家都躲了就跑了，那不就负能量吗？对不对啊？是的是的、啊、那师父关于这个大悲咒，他挂在客厅的话，如果家里人他不学佛的话，吃荤的话，对于那个不学佛吃荤的人有影响吗？这个大悲咒，大悲咒啊，吃荤的啊，对呀、啊、他挂在客厅的话，有不学佛的或者是吃荤的，他这样不学佛的，你本身把大悲咒挂着就没什么大的作用了，因为你不信佛，它没有能量了，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工艺品啊。哦，那是否因为大悲咒上都是菩萨的名号，但是如果他不学佛，在客厅挂在客厅里的话，对那个不学佛的人有影响吗？他吃荤的话，吃荤总是不是太好，但是呢，大悲咒总的来讲呢，还是帮别人挡灾的，但是如果你吃荤、也就算了，但是你不要吃活的啊，菩萨还是会帮你的、嗯、菩萨很慈悲，但是问题最坏的是什么呢？最坏的你这个连佛都不信，你说怎么可能会有菩萨保佑你，护法神都不来。对啊，对不对啊？啊，信佛是最重要的。对对对，明白了，最重要的。嗯，那师傅，你说天上下来与其他地方来的人犯同样的罪孽，是否天上下来的人报应更大呢？师傅，对不起，再讲一遍。就是说天上下来的人与其他地方来的人，如果犯同样的罪孽，是否天上下来的人报应更大一些呢？师傅，从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一个群众犯错。嗯，可以原谅、嗯、一个领导犯错不能原谅，就是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同样做一件好事，一个领导做一件好事，他的受的那个善报就比一个群众做的一个好事要报应来的更多，就是善报更多。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您一直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上的先贤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文化，比如那个宰相范仲淹，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这是否也属于佛法经常提到的无我和慈悲呢？师傅你给开示一下吧。他不一定想到境界这么高，嗯，他只是这天下人所乐，忧天下人所忧、嗯、实际上它是一个同体大悲的概念、嗯、并不是它到了菩萨的无我的境界、哦、明白吗？哦，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你看您当时在槟城大法会上开示，学佛人应该救度众生是 60%， 自修自得是 40%， 这样的话你就永远走在慈悲众生的道路上。请问师父，是否在自己已经消掉一些业障，有能力度人的情况下，可以参考开示里的 60% 和 40% 的比例来安排自己度人和自修的时间呢？师父，实际上台长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给人家多一点，给自己少一点。哦，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两句话。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师傅，你如果参加法会，如果想保留某场法会做义工的功德，需不需要跟菩萨祈求说明一下？还是我们只要没有用，功德就自动储存起来，想到我们下次想用的时候就可以来拿用呢？请师傅开示一下。功德是自然储存的，
自然储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哦、你天天吃饭、嗯，它营养是自然储存的，不是说因为你今天吃了才储存，嗯、你今天不吃，它已经储存在里边了。所以消耗能量是消耗你过去的能量，明白了吗？嗯。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当时不是看到这个？当时您不是在看图腾吗？看到一个亡人在天上做法师，请问师傅，他这种什么缘分，他可以在天上做法师呢？师傅？很简单，他做法师、嗯、说明他上去了，但是呢，他还要继续往上修。嗯，他还没修好、哦、修的还不够，他在天上，因为他不想在天人做天人。哦，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啊，就像天上很多菩萨、哦、他个人穿个人的衣服，有的菩萨他还是、嗯、他是从法师修上来的，他还愿意继续喜欢我穿这个衣服、嗯、我继续我的修行。哦，明白了。那师傅，如果他在天上做法师的话，比就是更容易这样往上修，一层一层的往上修，是这样吗？对，因为穿衣服会让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嗯、举个简单例子、嗯，你今天是一个便衣警察的话，你可以不做好事、嗯，也可以不做坏事，对不对啊？但是你今天穿了警察的衣服，边上有人抢劫，你必须上去冲过去要阻止人家，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讲起这个穿衣服，你在这次法会开始说不要穿带数字的衣服，请师傅从玄学角度给大家开示一下吧，为啥不要穿带数字的衣服呢？师傅，数字的衣服不好啊，因为数字它本身就有一个限的，有一个限度的。哦，你只要有数字就有限度、哦、所以菩萨讲经说法为什么说啊无量恒河沙数，他不说数字呀。是的，是的，是的，啊、对对对，这就是无量无边的啊，如恒河沙数一样。他比方，他如果今天说出来有多少多少数字，你这个是有价的。你今天这个如果说不出数字的话，就是无价之宝。现在还不懂啊？佛法是无价之宝、哦、啊。是是是，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说数恒河沙就这样无量无边。哎、啊，不能数的呀。你有数的话，说明你这个财宝还有底呀。如果你不能数的，那你说明无底的无底洞啊，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请问师傅啊，师傅，人间的事情无常，一回好，一回坏。为什么学佛的过程中，也一会儿法喜充满，又一会儿生出烦恼障碍呢？这说明自己的境界不够，不稳定，还是说明这是不断的考验？为了能不断的突破障碍提升境界呢？师父，因为第一你是人，人吃五谷杂粮、嗯、因为人在人道里边啊、嗯、天有阴晴圆缺啊，人有旦夕祸福、嗯、因为人不是生在生活在真空当中的，所以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嗯、所以在烦恼当中、嗯、他就不断会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发神经病，一会儿正常，一会儿感动的哭，一会儿感动的嘞，什么都不想，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菩萨到人间为什么也会迷失，就是因为人间这个气场它是啊，我们说是无常的，所以无常的世界就会造成你无常的心灵，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那师父怎样对应呢？这个这个问题怎么对应啊？天天念经、嗯、天天在这个环境当中、嗯、天天不接触外层、嗯、你是不是就变成天天稳定了？所以为什么不让你们出去接触外层？为什么让法师在山上修啊？不让你们接触人间的那些烂事，就天天在山上修行念经打坐啊，学佛吃斋种地，你天天就这么过过过过到最后，他是修出世法，以后到天上去了。你现在知道修入世法多难呢、啊嗯？你要抵抗所有的诱惑呀，多少诱惑你知道吗？哎，哎呀，是啊，师傅，你看我师傅，其实我们是在家，就是虽然没出家，但做要做到心要出家，要严守戒律啊，师傅。难呐，嘴上讲讲容易的，就是我那些那个秘书处的小朋友。哦呦，一两天感动的了，又掉眼泪了，过两天又犯戒了，这没办法的，这就人呢、啊，
如果再犯大戒嘛，就畜生；再犯大戒嘛，就下去，有什么办法？天天想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跟人的心脏指标一样的，心电图、脑电图为什么都上上下下？这还不懂啊？在人间什么东西就是告诉你们，人间什么东西都无常的，连股票都是上上下下，汇率都是上上下下，人的心情也是上上下下，人的身体也是上上下下。嗯嗯，你说哪一天不上上下下的？叫七上八下，哈哈。师傅啊，真的，真的，这个人就是菩萨呢，当时说了要看透、看破这个人间借假修真呀。嗯，对呀、啊，人间不可得的。太无常了，有什么意思啊？今天开心，明天不开心，明天不开心，后天又开心，就像个疯子，像个神经病一样，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这就是人间，明白？啊，这个人间现在把人折磨的嘞，人不像人的，一会儿疯疯癫癫，一会儿开心啊笑啊，一会儿你说这像不像神经病啊？如果把它浓缩起来，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不就神经病？神经病医院不就这样的呀？明白了吗？是的，是的，明白了。师傅，你看有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有一个同修说他的孩子打游戏，直接就，哎，直接玩疯了，继续给他念着经，烧着小房子。但是孩子就是这样沉迷在游戏之中。我说，那你给他念着经，念着小房子，这边再给他补着，他打着游戏，那边再漏着，那你是如何是否啊？师傅，针对这种问题，你说小孩子打游戏机，你说大人的抽烟喝酒呢，不会跟小孩子打游戏机一样啊？对不对啊？你说大人，你说大人沉迷酒色呢，那对不对啊？玩女人呢？对对对。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赌博呢？喝酒呢？抽烟呢？哪个改得了的？骂人呢？你叫他改一改呢？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个电视台一个编辑，你就是叫他改一改，说不要这样设计，那样设计，他还是这样设计。你说他改得了吗？师傅，这些上瘾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我发现这些上瘾的东西。对呀、啊，凡是上瘾的东西都给人带来诱惑的呀，所以上瘾的东西都有诱惑呢。钱会上瘾的，赌博会上瘾的，对不对？男女之色会上瘾的，喝酒会上瘾的，抽烟喝酒，哎呦，什么都会上瘾的。你只要上瘾了，你这个人已经是我们说不是中道了。中道就是哎，中道就是什么东西都放得下，无所谓。有就有，没有，我最喜欢的东西叫你放下，我也得放下。那你这个人成功了。对，那师傅，您在4月20号共修组提问中，师傅您这样说了，除了弘法，任何事情做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些问题，是刚才您说的这种吗？师傅，对啊，凡是人间，你说、你说你任何事情你都会有问题的。比方说你说哎呀我慈善，我拼命的做啊做啊做啊，做到后来你功高我慢了，你已经过头了。因为你现在后你开始做慈善是真的为老百姓，你做后面做到慈善，你是为了宣扬自己我是一个大慈善家，意义不对啦，意义不对啦，明白了吗？是啊，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你看我你看我多有钱，我做慈善就再让炫耀起来了、啊、这就还有呢，弘法也是的，弘法到后来也是、开始的时候是为众生啊，弘到后来你看、啊，我是救世主了，那些邪教就出来了。哎呀，你看看师父多低调啊，什么事情人家一讲都是观世音菩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不过是个媒体，把观世音菩萨的信息传达给你们，把观世音菩萨这么好的我们佛陀传下来的佛法传给你们、教导你们，我不就是个媒体吗？是的，师傅，就是有些佛友在感恩您的时候，你说不用感恩师傅，你谢谢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啊、没有观世音菩萨有我吗？没有观世音菩萨有我们今天吗？没有观世音菩萨能有今天弘法弘的这么好吗？能有1000万人跟着吗？好了。对，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还有人说了，如果还有说人家说了，你心灵法门也有人说不好，你说说不好的人多还是说好的人多？讲都不要讲，还是说好的人多。好了，讲都不要讲了，这不就简单了？对对对，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你说家里如果有药精者，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我们一直给自己的药精者烧小房子，那家里的药精者会收到吗？师傅这个问题。你小房子给谁烧他就谁收到，你的意念就决定了他收到能不能收到。就像
我说、哦、我说把这个、哦、这个礼物给谁，那么给就给他了、嗯，人家就不会拿的。你比方说大家小朋友、哦、我们秘书处的在一起，我说把这个东西给谁，嗯、那人家当然边上都不拿了。嗯、我今天灵界是通过我们意念来的，你意念当中说我今天要烧这个小房子给我房子要经者，那你家里的要经、嗯、不是家里的要经者，是你身上要经者，他都不来拿啊。不哦啊，他有规矩的，都有规矩的啊。哦，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他说有的同修梦到他这种梦中经常拍照，从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拍照有什么意思呢？梦中拍照，梦中拍照就是印象，就是我们说人间的叫影像，嗯、对不对啊？影像在地府叫印象，嗯、把你这个印子印下来，驻足在轨道的像当中。所以你今天拍照拍了是一个善的东西，他在下面就帮你记录一个善的，拍了一个不好的就记录一个不好的，所以你做梦做的这个时候拍照的时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就知道了，下面已经帮你、哦、下面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你看有位同修4年前得了白血病，通过学习心灵法门好了，要现身说法，但是呢他不会就是那种文字表达，其他的同修呢可以帮他写写呢，帮他改改稿子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这种问题师傅都可以，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嗯、用不着注意什么的，帮人家众善奉行，帮人家、嗯、帮人家能够弘扬佛法，能够让更多人离苦得乐，让他们有这种感应，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不要顾忌其他的问题。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念经能消除业障，吃苦也能消业障，出去度人广度有缘也能消业障，那这么多的消业障的原理有什么区别呢？还是有什么共同点呢？还师父你问了再多我只要举个例子你全明白了、哎、吃菜能够长身体增加营养，吃饭也能增加营养、哎、吃面条也能，吃烙饼也能增加营养、嗯、你说这里边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增加营养、嗯哎、对不对呀、啊、你身体这成长你靠着各种功德来的嘛，对不对呀、啊、是啊，那有什么，这就是功，就是路不同，都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这么简单啊。明白了，那是否种种消业的方法是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呢？是否也不一定，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哦、一门精进照样可以到达彼岸。你一辈子、哦、一辈子从来没吃过米饭，你吃烙饼长大，吃到死还是烙饼的话，你照样长一辈子啊也不因为你没有吃过米饭的话你就活不了啊对，明白了明白了、啊、你一辈子学心灵法门从来不接触其他法门的话，你最后不也上天吗、嗯、你今天有其他法门的话，你不认识心灵法门，你不要，你修得好的话你不也上天吗？明白了明白了、哦、好了，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你看您在槟城法会上不是看到一个属蛇的师兄吗？是天上的小龙下来的。你像这个师傅，本身你说过蛇就是天，就是小龙，他这两者有联系吗？师傅，还是碰巧了呢？小龙在天上犯罪了、嗯、下来变蛇了。嗯，因为在人间现在没有龙。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咯、嗯、因为你从天上打入人间、嗯、你打入人间之后没龙就变蛇了呀。嗯，那师傅，那属蛇的属相是不是天上的小龙下来的？犯了罪下来的，不一定的，属蛇的，不一定的，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全是的。如果你是小龙下来的话，哦、你福气很大了，至少做一个局级干部。嗯。哦，明白了，明白，明白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你看，槟城就是说是就讲究这个设佛台啊，是吧？你说如果那就是。设佛帮助别人设佛台，是否严格来说是否一定要许愿吃全素啊？师傅，帮助人家设佛台，嗯，财呀嘛财呀嘛财呀财，哎，后面没听到，后面是说什么？设佛台干嘛？啊，
是否一定要许愿吃全素啊？你帮人设佛台，你一定要许愿吃全素，必须全素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从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上来讲呢，当然吃全素设佛台更好。如果呢，你是帮助人家，你还没吃全素，那你就多念几遍十七遍的净口业真言。嗯嗯，你照样可以设。哦。啊，这没问题的，因为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只是你自己这个功德有漏，你本来设佛台可以80%功德，人家吃素的人就是80%，你就是50%，功德照样有，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傅，如果去，比如有5个吃全素的去帮人设佛台，有1个没有许愿吃全素的，那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整体的气场呢？师傅，去帮人家设佛台？当然会了，你5个都是不吃素的，不吃，如果都是吃素的，5个都是吃素的，1个不吃素的，当然，那当然影响他了，很好了呀。啊，我问你，5个好人加1个一般的不坏不好的人走在一起，人家鼓励起来，哎呀，你们这些好人呐、啊！如果一个是大好人，5个都是坏人，人家一看这帮坏人，共业。哦，明白了。谢谢师傅了，所以开始师傅问一个书生的，师傅您不是近期有个节目录音，您的法身带一位同修去了心灵净土吗？对、啊、非常殊胜。您说心灵净土好几间都有，已经有主了，就是好几间都是人间现在弘法精进修行的弟子，他们在心灵净土已经有了他们的房子了。400多位，师傅，那你说师傅，那请问师傅，仅仅有莲花还是不行的吧？在人间修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在心灵净土有房子了呢？师父，无私奉献，真正做功德，没有功高我慢，没有无我的境界，这种人一定在天上，而且有自己的房子。真的修行帮助别人，不为自己的，这种人就是菩萨，菩萨在天上才会有这个房子。实际上讲到底，能够在心灵净土上有位置的人，已经在人间修成菩萨了。好了。哎呀，太好了，啊、就得向他们学习啊，师父。啊，要学的，没有和你，很多人人间没房子，天上已经有房子了，哈哈。这是才是真正的房子，真正的家。啊，对呀、啊，永远啦。几百万年几千万年，而且永远不会下来的家，你现在在人间再有大的家有什么用啊？你要死的。是啊，对不对啊、师傅，现在还买个房子还成为房奴，哎呀，最后又带不走。带不走的，根本带不走的。而且这个房子又不是属于你的，你人前就要死，后面就人家就把你名字改了。是死人能有房子？现在心灵师傅，心灵净土有现在多少房子已经有主了？师傅，你放心了，他这个房子是根据你多少人他自己生出来的你有多少人，他天上有的是地方，呵呵，你用不着担心的、是不设上限。师傅，只要你的境界到了菩萨的境界，那边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是这个概念啊。那师傅，你是菩萨的境界，但是有的人境界也得下来了，那房子，天上的房子就接着就没有了，没有了，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你现在有点悟性了，实际上就是心随境随，这个心不能随境转，实际上你的心造万物呀、你在天上，你实际上就是以你的心，实际上过去有一个歌曲不叫芝麻开门阿里巴巴嘛。对对对，对不对啊？芝麻开门嘛，这个实际上什么东西啊？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心中有把锁，心中也有把钥匙。当你用你的钥匙把你的锁打开的时候，你就看见里边无限的金银财宝。叫阿里巴巴把你门打开了，这个门是什么？用我们人间的门讲起来是智慧之门，其实用什么？叫佛法的啊，上天之门，我们修成正果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之门。所以我们到了天上要什么有什么，你想什么它就什么东西出来，你这个概念你想过没有啊？
好了。哦，那师傅想拜见哪位菩萨，马上就到了那位菩萨的身边了，是这样吗，师傅？那倒不一定，那倒没那么快。哦，你可以，你想拜见哪位菩萨，哪位菩萨法身可以过来，但是不是，哦，不是真身，是法身。哦，那也可以自己驾着云过去，是这样吧？比如去找台长吧，去到台长的家里驾着云就过去了，有点远。哎，你找台长是容易，你要比方说想去见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开示的话，大家都得过去，因为这个时候是观世音菩萨在天上的真身开始，所以大家都去见真身。其实讲句简单话，我问你，现在全世界他们法国共修组天天听我的录音，那这个声音是不是卢台长了？是的呀。那是的，是的。那好了。对对，他们不是跟台长在一起看着照片听着声音，不就跟活人一样吗？他们为什么参加法会啊？那真身呀。对对对对对对，一样了。现在明白了吗？啦，一解释嘛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哎，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在问，师傅您说过，我们出去度人或者利益众生，会多少包人背业，但是这个背的业障，菩萨会帮我们消掉很多。然而，真正利益众生背的业障，就算菩萨不帮我们消，我们也照样去利益众生。请问师父，菩萨被众生帮众生背的业障是如何消化的呢？师父，菩萨，我问你，师父帮众生背的业怎么消的呢？很简单，观世音菩萨帮你消，对不对啊？你自己也在消，你靠什么消的？你今天救人了，你把人家背了，对不对啊？你又救人了，对对，你又消掉。比方说我现在在做节目，我在弘扬佛法，我是不是有功德啊？有功德是不是就消业障啊？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去度人的时候，你背到一点，因为你要得到功德，所以你会帮人家背。你背了之后，因为你是功德，是正能量，你求观世音菩萨，菩萨帮你可以消掉 99.9%， 你相信吧？哎呀，你几乎没有业障。你只要去度人，你当时头痛，你看看有几个人头痛一个礼拜的。如果你偏头痛，你可以头痛十几年。你度人，你就是头痛，你回到家里就好了，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开示。师傅，我问一下，南京菩萨是不是也有给，就是也他除了协调宗教之间的关系，协调我们人间的关系，是不是也能给人治病啊？南京菩萨，哎，南京菩萨就是也是个艺术。哎呦，南京菩萨治病最厉害的，哎，我可以告诉你，南京菩萨过去在人间的时候，他在南京待过，他在江苏都待过，他在那一带他手到病除。李时珍呢，李时珍这种这也是后来的，其实李时珍也是天上一位仙人。现在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南京菩萨他成菩萨，他过去这个手在你额头上摸一下，你什么病都没了，就这么简单。哎呀，师傅，你我至少有个同修梦到，不是看到过，一直看到南京菩萨在一座山上，他就是一个就是那种仙人的那模样，给了他一颗就是那种仙丹，师傅。哎呦，哎呀，这不得了，嗯。你想想看，太上老君跟南京菩萨这种形象像不像啦？像像像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呀。现在知道了不啦？啊，他要是给你一颗仙丹的话嘛，你真的仙了。希望南京菩萨给我一颗吧。啊，你要好乖一点呢。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菩萨就会给你仙丹。他是为什么要炼丹炉？炼丹炉，他给，因为天人，他有的人到他到了五衰的时候要下来投人的时候，他不愿意下来。那如果你是在天上也有修炼的话，他就可以拿到太上老君给他吃的那种仙丹，他就可以在天上再待几千年。是这样的，并不是到了天上做了天人一定要下凡了，明白了吗？哦，那师傅，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和王母娘娘菩萨的蟠桃是不是就类似啊？是这样吗？对呀，都是仙的呀，都是好的呀。就那你，我再问你，再加一个好了。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里边的这个净瓶水里边的琉璃水，它也不是跟仙丹一样啊？哦，是的，是的，是的，它都。观世音菩萨那个净瓶水都能把镇元大仙那个千年果树，不是那个人参树吗？啊，都给他医活。啊，对呀，啊，你知道吗就好了。这个每一个菩萨，每一个神，每一个仙，他都有自己的法宝的呀。
是的，是的。那师傅，对于广大心灵法门同修，他生病了，他可以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吗？可以求南京菩萨帮、他医吗？南京菩萨，南京菩萨这个医术高的不得了，他是哎呀，南京菩萨，所以很多人不拜嘛，活该了。我也不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家里不供南京菩萨，你自己损失呀。就像很多人到现在家里连观世音菩萨不供一样的。一样道理，南京菩萨治病可厉害了。嗯，是，其实师傅，其实南京菩萨就八个字：大慈大悲，妙手回春。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是这样的。我看你倒蛮会的，蛮会。哦，明白了。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感恩，嗯，谢谢您，师傅，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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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喂，喂，师傅你好，你好，请问师傅一下，如果同修已经许愿放生大量的鱼，比如几千条、几万条，在环境不允许放鱼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其他待被宰杀的物种来代替许愿放生的鱼的数量？比如说用1000只前鸡或者是螃蟹，可以不可以算进去放鱼的愿力里面？其实放生本身就是一种愿力而已，如果你只要放生，你就是在行自己的愿，叫行愿，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应该没有多大的大问题的，可以抵消的。师傅，请问一下，如果是放生一只鳕鱼，有没有说可以取代放生几条鱼的数量呢？有没有这种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比方说你今天放生一条黑鱼，你可能就可以取代放生十几条鱼的那个数量，是这样的，因为黑鱼头上三颗星啊。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这里有限定一些鱼种已经不能再放生了，所以变成同修如果已经许愿了大量放生的数量，我们必须用其他的物种来取代。对啊，如果你比方说你今天要放十条鱼，那你放一条黑鱼可能就可以取代，黑鱼是很厉害的。好的好的，你记住大鱼就是放一条大鱼可能就是三条小鱼的分量，或者其实不是分量，不称分量的话就是大小。哦，好的好的。嗯，所以我们跟观世音菩萨比如说许愿2000条鱼，然后我们就是可能间中我们会放生一些水鱼啊，还是一些大鱼，对，掺杂在里面。 对，这个很容易数量满的，很容易数量满的。哦，请问师傅，您能不能开示有没有一定的数量可以让我们参考？我已经讲了，不是数量大小。你比方说，你本来准备放生的鱼的数，这个大小，你现在放的鱼比它大4倍，那么你一条就放4条，听得懂吗？横的、宽的算在一起。比方说，你本来放的一条鱼只有，比方说半个手掌大，对不对啊？你现在放了一条鱼。宽度和长度正好是原来放的鱼的4倍，那你放一条就等于放了4条，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它是根据大小。感恩师傅。根据大小。哦，好的好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放生水鱼嘛，原来那些被宰杀的水鱼里面有分已经怀孕的，就是肚子里面有卵的跟没有卵的。其实我们放生那些已经肚子里面有卵的，里面可能有7到8颗蛋，水鱼的蛋，我们专门买这一些有卵的来放生，是否会更加好呢？更好。你要是买鱼子放的话，你要是买了这个鱼里边有鱼子的话更好。哦。哦。好的。啊，你要记住了。是的。那个了凡四训里边也讲到了。啊，放生啊，他放到后来，他放了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人应该放多少多少条，菩萨提醒他，
结果他不停的买鱼子放啊，结果上千万条鱼他都放掉了。嗯，是的，是的。好了。啊，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父，同修参与国家政府的慈善机构，筹款和筹备一些粮食，要免费布施给穷苦人家。同修在有国家政府的批文和证件批准的情况下去筹款，请问参与的同修是否如理如法？参与，你只要公对公，没有私心杂念，你不要去敛财就好了嘛，这也没有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善事，应该说是个善事。好了，我也不想多讲。好的，对不对啊？好的，明白。对，感恩师父开示。还有想分享一下哦，槟城放生那一天，站在义工队列中，感受到观世音菩萨很早就来了。菩萨慈悲，给汗流浃背的佛子们送来阵阵清凉的风，闭上眼睛感受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来了，脑海中出现这样一句话：众生之苦皆因执着本末导致，苦厄不断。想问问师父，这不知是否是佛陀所说的呢？是啊，现在人本末倒置啊，现在人不顾众因的，只管果啊，就相当于什么值得知道吗？啊，就是自己做了坏事，还想得到好的善果，是不是叫本末倒置啊？你应该做善事才能得到善果啊，他现在做恶事，他想得到善果，对不对啊？嗯。比方说，你要赚钱养家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去抢去偷，偷来的钱养家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你说这种人是不是叫本末倒置啊？是的，就不如理不如法。好了，因为就变了嘛，性质变了。所以我告诉你，菩萨很担心人间再这么搞下去，真的人间就是会有很多的思维上的错误，所以现在人的思维出问题了。为什么学佛就是把人的思维纠正他，明白吗？是的。好了，感恩师父开始。你说现在的女人自己不想打工，就想嫁一个好男人，自己不想劳动，就想靠着人家的钱来过活，那么她什么事情都做了。嗯，明白了吗？明白啊。就像泰国，对不对啊？你看，对啊，自己不打工，不肯吃苦，那么去化化妆去做人妖去了，嗯，对不对啊？真的，啊，很可怜的，想出来声音男的，但是呢，看上去跟比女人还漂亮。嗯，他们佛教国家好像过去是因为他们供养佛的关系，所以他们都长得很漂亮很英俊。嗯，有这个关系吗？有的，就像犹太人一样的，犹太人人家说、嗯、犹太人是智慧啊，他们真的聪明啊，没办法，有的地方的人真的很笨的、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啊、明白了吗？真的，你去看好了、嗯、农不是讲了，农村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是，他用现代话上说，他见识比较少，所以他没有智慧。实际上他长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不想多讲了，明白吗？明白。好了，感恩师父开始。有一位女师兄吼，她以前是修别的法门，转修心灵法门后设了心灵法门佛台，她上香时看到菩萨来了，他佛台上的菩萨对他做了几句开示，他记下来了。他想请师父开示，就是这些菩萨对他的开示是不是真的？第一个是观心菩萨的开示，一切要如理如法的进行，要正愿、正信、正念，没有什么是应该的，好好学佛。第二个是地藏王菩萨的开示，弟子啊，
学习心灵法门太殊胜了，我会减轻你的罪业，让你轻装上阵，好好护持所有心灵法门的人。然后女弟子就问，我应该怎样护持？菩萨答，让他们多念经文，多放生，让他们多听台长的录音。你是个好孩子，我会时时在你身边。然后第三个就是观地菩萨开示，我会做好你的护法。还有第四个菩萨就是南京菩萨，你做得很好，要如理如法的进行，勇猛往前，永不退转，我会时时来加持你。现在学佛不容易，有什么疑问要多多跟观世音菩萨沟通，你会是一方的带头人，他们里面或许参差不齐，善根不一样，但你要有耐心，要护持好他们，你会功德无量的。最后一位菩萨的开示是太岁菩萨的，你的慈悲心会救度很多很多众生，他们会拥护你的，我会时时在你身边，你就像现在这样就好就行。录音法会结缘众生，你会终有成就。请问师父，这些菩萨对女弟子的开示是否是真的？应该是真的，这个女弟子应该至少是一个负责人吧。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人，他可能就会很好，他可能得到菩萨的，他的上辈子可能也是修的。是的是的，很感恩，他很感恩心灵法门给他这个修行学佛的机会。嗯，很好啊。还有师父，同修吼在槟城法会过后有梦见您在梦里哭，然后就是很难过，是不是师父心里心系着众生很多东西？对呀、啊，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我没办法，我有时候看见众生受这么多的苦，心里特别难过，因为任何一个父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受苦了，你说父亲会不难过吗？就这么简单了，师父就是父亲啊。看见很多人吃苦了，看见很多人生病了，你说心里会难不难过吧？没办法的，对不对啊？对。但是如果您太难过，菩萨会心疼您，然后会提早把您带走。不会的，菩萨会让我继续在这里救人的呀。难过是慈悲呀，没办法的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要很珍惜师父。所以我就是说叫你们不要去做错事情，因为做错事情自己会受报，受报的话师父就会难过了。因为每个人因果菩萨都动不了的呀。你说师父就是一个父亲，很爱孩子，孩子做错了不照样判刑啊？一样道理啊。明白吗？所以我们做错事就是连累师父。对了。啊，对了，这句话就讲对了，明白了吗？你们做错事情就是让师父难过，所以你们最爱师父，对师父最好就是不要做错事情。做错事情，身体上就会生病，精神上就会变忧郁症，脑子坏掉，明白了吗？明白。好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能够好好弘法，不要做一些伤害自己跟伤害师父的事情。啊，多团结，多弘法，多度人。对呀、啊。因为有时我们难免肉眼凡胎嘛，弟子们肉眼凡胎，有时会误听一些谣言啊，还是误信了过后，又会误传一些不是很正当的一些事情，导致一些可能会搞到一些同修跟同修之间会有误解。记住一句话啊。嗯。我告诉你一句话，一个正法，它是有广泛性，有持续性，
啊，所以你看正法，佛陀的正法广泛，就是这么多人学，持续性持续到今天，对不对啊？而且它是永久性的，所以你去看凡是好的法门大家都在学，它一定是好的啊。这个大家是人越来越多，明白了吗？啊，明白啊。评定对社会对人民有没有意义，这个法门如果对人民对国家都有意义，那一定是个正法，明白了吗？是的。好了，好的，今天弟子问题问到这里。啊，弟子给师父忏悔，弟子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嗯，连累师父，弟子在此给观世音菩萨师父忏悔。好，再见再见。嗯，感恩师父，您要好好照顾身体。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师傅稍等。你好，你好。哎，师傅。哎，师傅。哎，请讲。哎。哎。哎，师傅能听见吗？听见。哎，师傅。嗯。哎。讲啊。声音可能有点小，弟子给师傅请安。嗯。嗯，弟子啊，让师傅，弟子分享一下。嗯，弟子是一个90年的，然后呢，学佛之后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嗯，弟子分享一下，从2007年的时候呢，弟子的奶奶去世以后呢，弟子身体就一直的不好，一直呢发烧呢，扁桃体发炎，淋巴结发炎，然后呢，吃了将近10年的药，一直就没有好。然后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呢，一直是备受那个病痛的折磨。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病，就是3天2头上火发炎，然后呢去了各个大医院，那个全部都看过了，中药西药偏方全部都试过了，就是一直没好。嗯，后来呢，然后弟子就是在那个2016年9月7号的时候开始了解心灵法门，然后呢一个师兄把我渡了，17号的时候呢，弟子就开始许愿终生吃全素了，而且呢每周都去放生50元左右的鱼。然后那个时候呢，弟子的工资呢每个月才1800块钱左右，平时呢都很小气的，但是呢花钱去花这个钱去放生，嗯，我一点也不心疼。后来呢在10月22号的时候设上佛台，23号的时候呢给房子烧了7张那个小房子，给房子的药经者，给奶奶烧了21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烧了21张小房子。从23号开始呢，嗯，我的那个支气管发炎咳嗽的情况呢就减轻了一半，也就是过了3到5天吧，嗯，就完全不咳嗽了，身体就几乎就是，嗯，几乎就全好了。然后呢，弟子真的没想到，就在这几天的时间，连10天都不到，看到弟子将近10年的病就这么好了，嗯，说出去谁信呀？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心灵法门会这么灵，就是灵。嗯，灵的不得了。嗯，对呀，啊，哎，因为弟子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呢，是，嗯，就是学的。因为弟子那个时候心里就是感觉是在人生的低谷嘛，就是心里很难受，就是想能有一个信念，然后呢去学这个，就去拜一下这个菩萨吧，然后呢就是这一个念头，然后呢弟子就结识这个心灵法门，根本就没有想过弟子身体会好过，然后呢弟子就这样，嗯，弟子就这样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法门，就是适合弟子的法门。知道这次在印尼啊，雅加达，你知道有一个人啊，嗯，念了3-4天呢，啊，每天早上流口水啊，10几年的病啊，嗯，啊，念了3-4天就好了，嗯，呵呵，吓死你了！弟子根本就没想到弟子身体会好过，啊，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意外收获一样。啊，你不去追求，嗯，菩萨就给你了。嗯，后来就在我开始念经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愿力啊和能量，就彻底的改掉了我那个邪淫的恶习啊。啊。嗯，之前多年那个，嗯，吃了多年的那个西药嘛，然后呢，让我那肾脏各个器官都受损很严重了，很多次的在睡梦中啊，就能感觉到，能切身的感受到菩萨在给我身体上进行那加持啊，然后让我那身体好。现在我不仅睡眠好了，然后扁桃体也好了，偏头痛也好了，晚上睡觉呢也几乎那个不抽筋了。胃反酸的现象也不再发生了，肚子间歇性的那个阵痛啊也减轻了很多。嗯，观世音菩萨那个
师傅您说。我说现在你知道了吧，学佛啊、嗯、就是改变自己啊，如果你连现在都改变不了，你学什么佛啊？不是学出世法的、嗯、是先要入世法，先要把人间改变，以后才能到天上去。现在人间都苦得不得了，你怎么以后到天上去啊？嗯，是的是的，观世音菩萨那个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真实不虚，希望各位师兄呢能够好好的诵用，希望没有吃素的师兄们能够早日吃全素。嗯，愿力真的很重要，真的有很强大的力量，断除邪淫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干净，会让我们的身体好得更快。对呀、啊嗯、你看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哪有妇科病啊，从来没有的，你听得懂吧？老老实实的、嗯、不会生的，我告诉你。嗯，师傅，嗯，弟子是个男的。啊、嗯。嗯，师傅，在那个今年那个4月21号那个印尼那个法会上，弟子感恩师傅能让弟子成就如此殊胜因缘拜师啊。然后当时拜师的时候，师傅跟弟子说了好几遍的很善良的一个孩子，感恩师傅能给弟子这么好的评价。嗯，弟子感觉很惭愧，弟子做的不好，弟子在这里跟师傅忏悔。好好的改了，善良不代表身上没习气，听得懂吗？善良是你的本性、嗯、但是习气是你的恶性在人间的，把恶性改掉的你的本性就出来了，听不懂啊？是的是，嗯，听得懂。嗯，弟子许愿一定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一定要弘法度众。嗯嗯，如果弟子在分享过程中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还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原谅，请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能够慈悲原谅。嗯，要认真，弟子、嗯、要认真，一定会菩萨会给你加持很多的，明白吗？嗯嗯，弟子的佛台，嗯，就每天上香，几乎每天都会有答卷，每天都会有答卷的、嗯，非常殊胜。菩萨来呀！嗯，好吗？感恩观世音菩萨，嗯，感恩师父。弟子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小房子啊，他那个小房子差距不是有在那个0.5厘米以内可以用吗？嗯，之前师父都可以哈、啊。嗯，就是现在有那种进口纸，就是比咱那正常小房子小这0.5厘米、嗯，可以用吗？没关系的哈、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好的身体，嗯，再见，感恩师父，嗯嗯，再见，拜拜。喂，你好。你好。你好。好。哟，师傅。你好。啊。听不见。是师傅。是啊。哎，师傅，辛苦啦。听不见，好一点。嗯。讲吧。哎呦。嗯、我想，您帮我指点指点，我这劣根性还在哪儿？我应该，重点还忏悔哪儿？重点啊，呵呵，重点忏悔愚痴，听不懂啊？啊，我太愚痴，声音小，我听不清。啊，您说吧，我听录音回头。太愚痴，听不懂啊？啊，是的。愚痴的不得了，听不懂啊？听不懂，没脑子，没脑子，感情上上当受骗，钱被人家骗掉。嗯，骗掉我不要了。啊，不要了，你自己脑子好好的还债来的，你自己要好好的念经啊，否则你会吃很多苦的。你怎么你觉得怎么男人都是好人了、啊？你会觉得？骨头嘛轻的来不得了，你给我老实一点啦，就是一个还债的、还债的命啊，你自己要好好的念经啊。嗯，我每天就是5-6点钟一直晚上念到10点11点那样，每天就从2015年认识心灵法门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就这样。从认识心灵法门我就不考虑男女之事，我已经早就跟菩萨许愿了。嗯。但是虽然不考虑男女之事，但是也要注意啊，这个钱的方面也要当心，感情上还是有纠葛，听不懂啊？
嗯，那我针对这感情上还要许愿，都是、还要怎么许愿呢？是礼佛还是放生还是？克制，什么许愿啊？好好克制，听不懂啊？克制意念。对，你看看这个男人有什么好的啦？你要经常想啊，你要想想啊。不是。啊，嗯，就是有时候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想逗他，我把收音机给他了，他说不听您的录音他就走不了路。啊，你居然还逗人呢？嗯，不逗。不逗的话，你把我录音寄给他干嘛？嗯，他还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已经上次不接他电话了。我知道我错了，师傅。嗯，骨头不要轻啊！任何一个男的，不管他学不学佛，他只要做出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你就不能去理他，听不懂啊？是的，我已经把钱还给他了，原来花过他2万，我已经还给他3万了。啊，那就不要再去理他了。我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再不做愚痴的事了，因为原来把钱看得太重了。所以我才还3万块钱给他，他不要，我就非得给他。你要不给他的话，他还会给你提要求，听不懂啊？是的。你现在还给他钱了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要求了。骨头不要轻，听不懂啊？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个女人，我听您的话，上不去的。你要经常这样邪淫的话，会上不去，听不懂啊？我听懂啊，师傅。骨头不要轻啊，我跟你们讲，一个人一定要正气，一定要浩然正气。你看哪个菩萨不是铁骨钢筋啊？哪个菩萨不是坚强啊？哪个菩萨不是不怕烦恼不怕忧愁啊？是这个事情都是要靠自己心中的佛性来支撑自己的啊，这种灵感啊，支撑自己的这种意念啊，学佛的意念的，听得懂不啦？嗯，听懂，就是有时候意念来了，我就跟菩萨说，我说菩萨妈妈加持我，加持我。啊，对呀，不要让我有这种不好的念头，明白了吗？明白。转移方向，啊，转移法，听得懂吗？自己如果要想了，嗯，明白，想这种不好的事情了，马上转移，想去做菜啦，出去买买东西啦，啊，跟佛友打个电话啦。啊，出去多为什么都要参加一些这个活动啦？就是或者有时候要看看那些佛经啦，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把思想转移一下。嗯，明白。感恩师父。嗯。嗯。想一想、啊。还有就是，想一想。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是经常被感动了，完了就是远头后边脖子后边有时候麻，说不上是冷是麻还是过电，现在就是说后背整个就全身直到腿嗖嗖，就那种感觉，经常那种感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不是太好的，因为这些凉凉的嗖嗖的可能是就是你一种阴气啊，就是经常有时候听师兄分享啊，或是听您讲那些小故事，我就特别感动，一感动就是这种状态，这种感觉，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有这种感觉就是触动了你的心灵，触动心灵的话有两种，一种嘛你本身的气场不好，阴气太重会有感觉，还有一种慈悲心大发，人也会有感觉。所以希望你多发慈悲心，少有阴气太重的感觉。那么每天多念大悲咒。啊，每天49遍，是，我是觉得慈悲心有时候大发，我觉得谁都可怜，就我不可怜。对，就是，这就是发慈悲心了，看谁都可怜，那就对了。啊，明白了吗？明白。你千万要记住啊！千万记住啊！你千万记住，听师父的话，不能邪淫的，否则功德漏气特别厉害。听不懂啊？是啊。你不要开玩笑，这个东西，你只要一次两次的话，你可能功德会减掉你一半以上的，整个人就瘫掉了。听不懂啊？是。
想一想，我听您的。想一想啊，我从认识心灵法门我就听您的。想一想了，很肮脏的事情不能做的，明白了吗？是，那是畜生做的，做人坚决不能做，更蒙着菩萨了，我坚决不想，我坚决以后要克制。啊，对了，知道就好了。想一想啊，做那种肮脏之想，实际上也是解决邪淫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很肮脏啊。对，有时候我一心想，那念头一出来，我就想，我说这是畜生做的，我根本就不可能再想这种事情。对啦，脏不脏啦？小便脏不脏啦？大便脏不脏啦？最脏的地方啊，你最喜欢的，你不就跟畜生一样啊？听得懂了吧？嗯。好啦。嗯。嗯。嗯，还有就是3月14号，就是前几天我就觉得有一本记得您的那个佛言佛语笔记，就是特别香。3月14号那天，就是突然感觉身上特别香，是不是家里来菩萨了？一定的，嗯。人的手会香吗？手怎么会香啊？你手，你只有心灵香了之后，你的身上的汗腺才会香啊，所以菩萨进了你的身体了，你的身体才会冒出香味出来啊，听不懂啊？否则你怎么会闻到香味的啦？听懂，我就想跟您证实一下，那天就是头天师兄上我们家来，我们俩一直聊佛法，等到第二天，突然我给他送车站去，那天反正我就感觉一有点不好的意念，我就赶紧马上在几秒之内去除。就是第二天等到10点来钟那会儿，我就感觉9点左右那会儿，我就感觉手怎么那么响，完了我就让师兄闻，他说哎是的，所以我不敢乱说啊，就是一直到回家来12点多了，记住我把手洗了还是香。你记住了，凡是克服身上一个缺点，人就会进一大步。你因为送他走了，你把邪念几秒钟之内消掉了，你就是进一大步了，明白吗？明白。好了，好了。明白，是您救了我。好了，嗯。嗯，还有就是那个我在我家那个佛台在凉台，凉台就说有窗帘，这个晚上这个凉台的灯不是佛台上的灯，可以那个晚上可以成宿的亮吗？可以的，没问题。嗯。这样亮的是好事吗？嗯，是好事啊，你亮一点都是好事，暗都是不是好事。嗯。嗯，还有那个厨房的灯，还可以亮一宿吗？你不怕用电，你就开着没问题的。如果你怕用电嘛，你就厨房的关掉也没关系，把刀藏藏好就可以了。嗯。好了。好。好了。嗯。好了。嗯。好，嗯，好。感恩您，好，再见。感恩您，再见。就那个，就打那个新加坡法会回来以后，我儿子变化特别大，嗯，整个就变了一个人。我特别感恩您，告诉你，感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太殊胜了，好了。嗯，啊，太殊胜了，尤其我这断眉，从给我接上以后，我就感觉这个眉毛这个断的这块，一天比一天密。都快看不见了，所以说这次我又去那个印尼法会，特别特别好感觉。好，恭喜你！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好。嗯。感恩观世音菩萨。好，再见再见。嗯。好。嗯，您要多注意身体。好，再见。喂，你好。喂，师傅。你好。感恩师傅。啊，讲吧。啊，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啊。问一下，每天的那个功德宝山神咒是早上与功课一起念呢，还是晚上念更好呢？一起念，晚上念都可以，功德宝山神咒都可以念的，早上念比较好一点。哦嗯，哦，好的好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以前就是有一些同修，他学习了很多年的那个净土法门，当初也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现在他转为学那个心灵法门后也拜师了，以后想到那个观心菩萨心灵法门的净土，
以前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怎么移到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净土里呢？师父，用不着移的，你只要现在修心灵法门，它自动自然而然的莲花就到心灵法门这里了。嗯。哦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师父，还有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学习心灵法门的师兄嘛，他把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有缘人用小房子，然后超度到了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或是脱离了六道轮回，到了四圣道。是超度者的本身是菩萨，能量大，还是被超度人的根基好，今生造业也少，所以容易被超度呢？还有就是那个被超度的人脱离了六道轮回了，他的业障是不是帮他念小房子的师兄也要背，然后自己慢慢的消这些背的业障呢？你如果把它超度上去的话，你就不要背了。哦，就不用背了。哎，因为他居然能够超度上去，他就是没有恶业了，你已经成功了。哦，你帮他超度上去，你不要帮他背了，因为他是去善处了。因为但是那个那位同修，他是把那个他的亲人超度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对啊，然后他自己就特别不顺。啊，那是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时间长了就不会了。哦，因为你等于已经让他把他让他已经到了那个菩萨境界。如果你想想看，你家里有一个菩萨的话，或者有一个佛的话，对不对啊？那概念就不一样。哦，开始的时候推人家是有点累的，像师父一样的。那我救人，我救的累不累，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师父现在大家对师父这么好，对不对啊？我得到的，我还是得到很多大家的这个跟着师父啊，所以我也是很开心啊，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师父解一个梦，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那个肝脏那个掉到地上了，是什么意思呢？肝脏掉在地板上接地气，说明肝脏有一点小问题。肝脏一般的说起来就是有肝硬化啦，或者有这个脂肪肝啦，啊，还有肝阻塞啦，啊，像这种其实都是肝不通啊。哦，你比方说你接地气讲到是打坐，就是坐在那里双腿对不对啊？单盘双盘，它本身就是接地气。像这个肝掉在地板上了，就说明你这个肝不行了，这肝不灵了，肝功能不行了，明白吗？肝是人的肝。哦，怎么会到地板上呢？天地人你掉下去的，你就是不是在当中了。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师父。嗯，谢谢师父。嗯，师父，还有就是梦见送师父粉色的保温杯是什么意思啊？送温暖呢，啊，就说明你修得好啊。哦，因为你如果送师父粉色的保温杯，说明你们孩子修得好，师父就得到加持一样的呀。你想想看。哦，啊，你们孩子乖，度人度得多，师父开心啊，我就有功德啊，一样道理的。嗯。嗯。啊。好的。一个孩子好，爸爸妈妈不就是开心吗？不是爸爸妈妈法喜充满吗？就这个道理啊。嗯。对对对，感恩师父。嗯。师父，嗯，那个你觉得我现在修的怎么样？我觉得你只有情商要稍微放下一点，其他还可以。度人也愿意，出钱也愿意帮助别人的你，啊，对不对啊？骂骂我吧，帮我消消业吧。感情啊，骨头不要轻啊。哦，眼睛不要放电呐。啊，度人的话只能度女众，不能度男众。哦，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哦，连老头子都不能度，听不懂啊？哦，听得懂，师父。啊。师父，我那个现在我已经那个放下感情了。你现在放下感情，你话讲的非常正确。你现在是放下感情了，你以后呢？我已经许了愿了，以后不要再有婚姻的。嗯，你自己老实一点吧，这些事情不是人做的，听得懂吗？嗯。明白了吗？明白。想一想那种事情这么恶心，想一想衣服都不穿跟动物一样。想一想恶心不恶心。嗯。所以佛法界里边把这种戒邪淫有三种方法嘛，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把它想得非常肮脏，你就会解脱很多。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把自己你喜欢的男人啊，或者喜欢的女人啊，把它作为是你妈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你会不会动这种邪念？明白了吗？就是我可能我给菩萨妈妈忏悔，我有时候可能就是意念不是很好，
那现在我是要好好的改自己的，改啊，自己身上的，什么叫不是很好啊？好好能想到这些东西就是叫畜生想，不能想。对，明白了吗？我现在就是一想，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意念的话，我就马上就会给菩萨妈妈忏悔，然后希望菩萨妈妈帮我消掉这个业障。过去有一个我们的佛友，他在医院里做的一个小女孩，过去对感情，他说他还没有学佛之前，他已经开始已经有点开悟了。他说过去他对男女这种事情很有兴趣的，后来做了护士医生，看了那种年轻人，看了那种老人在那里，他躺在医院里衣服都不穿的，这里痔疮天天给人家检查，这里嘛妇科，这里嘛男的这种前列腺就像个动物一样，他说恶心都恶心死了，从此他就没有这种欲望了。后来学了佛之后他就更懂了，这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这什么东西啊，这么肮脏的什么东西啊，不能玩的，对，男女真是太肮脏了。啊，知道吗就好了。这些你想想看啊，这简直就是不堪忍受的东西。你看看昨天看了个新闻，两个人在车上搞这种男女之事，最后双双掉入悬崖死掉。翻车，没有掉入悬崖，翻车就双双死亡。我告诉你，你这种一来，鬼马上把你带走。因为你做的是鬼事呀、听不懂啊？好了。所以说我们要有干净的意念，还要你要上天啊，你要做菩萨，好好怎么啊，你不要上天怎么不干净啊，身体意念都要干净、你说你身体不干净的意念会干净不啦？对对对，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前就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我不是梦到您叫我的那个名字吗？然后那个名字是后来我改的，然后就是这两个月我是梦到师父叫我的是以前的名字，像我那个声纹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声纹嘛肯定成功，因为叫过你的过去名字就是帮你在这个叫灵动性，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不叫，所以你这个名字可能灵动性又不见了。哦，听得懂吗？哦，声纹是成功了的吗？肯定成功了，否则我怎么会第一次叫你这个声纹成功的名字啦？哦，好的好的，明白吗？感恩师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好啦，师傅再讲讲我的毛病吧。你的毛病就是不肯放电话，应该结束的时候还要讲，自私贪，好好的看白话佛法，听不懂啊？好的，对不起师傅，好好的看白话佛法，好好的修心，我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师傅修，一定要跟着师傅上天。好，再见再见。感恩师傅，一定好好修的，谢谢。再见再见。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继续打。